对，你看那些那纸币的怎么办？没有了。对，你像阎王黑玻璃怎么办？啊、嗯，对。从那大火当中，对，我还是把它弄。就是这个，对，这个文件儿。想一想压，我想要送一点儿，不是回来了吗？没有了。你压人老那么压，人家变出来了。哎。随着感觉走。对。哎，我那又没有了。对，我那是个黑上去。对。对，高清系统。对。对，我没你们查上没有了，来，来，这是控制，你想的。对，控制。潘师傅，有时候，比如说这符文怎么会挂不住意思？那是因为你用力太大了。用力太大。我压你，问一下，就在这儿就完了。我不能这么拽，我怎么一挤我，一甩我，我自己出了。哦。恰好，一推，喂喂喂，他就回去了。你真拉进去了。对，小魏。微小试探的做。你看我跟着你走啊，讲你想挂我没关系。哎，我跟着你走，哎，你啪就到门口，你啪一口。哎，不要太大。不对，微小，微小之间。说来大鹏，哎，这指向你，说再指向你，我一，我往前，这，我回来，哎，这回到了。说在大鹏当中，哎，这，你看这一些是，哎，这一啪就，哎，这到了。这个顶一样。一走就完了嘛。你看一大手的灯，说你看这是，两个抓一灯就折起了，倒着，一连抓就折起了，对，倒着，顺着你走。对，当别人这样，要用的这顺劲儿啊，给啊，你想随便挂，哎，我跟着你走，你这走不走？倒出来倒了，挑一挑，哎，出去了，因势利导嘛，对吧？比如我们在推手过程当中，你看，再往回。哎，这是一只眼就没了。哎，挺感人嘛，沾点盐水嘛。骑着你了呢，骑着。对，我没骑着，这是四条，压一个你一个，他那倒是很快，这一个压一个你，八百那字不脸上。巧妙，谢谢师傅。哎呀，谢谢。谢谢师傅。